今晚漏夜追查带回餐厅斗殴涉案11人，不过其实他们大多是被金子店老板儿子叫来助阵。被害的水电工也说起双方结怨的主因。伊都在吐金纸嘛，我停在阮这边的门口，伊即马要叫人塞走，阮师傅就塞走。塞走，伊有挂，伊另外烧声挂麦克风在厝啦，伊车停在，伊也塞走，我用纸过来吐走。水电行和金子店都开在同一条街上。九号中午，水电行的车子停在自家门口，金子店忙着运送货物的小姓男子对水电行的车子停放有意见，双方起了口角，后来演变成肢体冲突。警方获报到场两家店的人当着警察的面握手言和，但隔天下午，金子店这边三个人再度到水电行理论，再次爆发冲突。直到晚上，金子店这派人马知道水电工在餐厅聚餐，于是前往寻仇。那天在家店门口那两款。啊，不还你什么啊？啊，讲你敢吐槽啊？你怎安尼安尼拍拍啊？叫人声？哎呀，啊人声哦，所以就叫人一寡遐朋友，遐来找麻烦啊。当地邻居说，金子店经常因为停车问题与附近邻居起冲突，如今卷入砍人案，接下来还得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代价。镜新闻综合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